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30分钟，我们将带您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高雄市的社区关怀站里推广防跌健康操和太极健康操，一个是可以增加下肢的肌耐力，一个是可以柔软筋骨，对长辈们的身体健康都很有帮助。三民区民族社区老人活动中心的关怀站，一群长辈因为做了健康操，手脚有力，都不太会跌倒。跟着前面的老师和舞台上的教学影片，长辈们认真地做着防跌健康操，抬抬腿，垫垫脚，训练一下小腿和下肢的肌耐力，让自己手脚更有力，能保持平衡，就不会跌倒。下一个动作在我们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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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子。长辈们勤做防跌健康操，三不五时就动动手脚，对预防跌倒都很有经验。因为我在文山高中当志工，老师看到马上要跑来跟我扶起来，可是我自己是站起来，也没怎样。我在想做这个防跌操很有帮助，还有平衡感，还有健康，要有那个大家一起来这边开杠，很有兴趣。有没有困难？不困难，不困难。那你刚刚都怎么做？做哪些动作？每个动作都做了，都跟他们做。这样子，这个是防跌。我平常都在运动啊。要运动，要什么会啊？吼，感觉加足舒服安尼。以前也无来遮，敢那讲感觉讲伫厝的无啥咧运动吼。搁坐咧，也无隔壁好迄落好讲话吼，来遮大家安尼和和气气，安大家介好。说话咧弄吼。接下来的太极健康操配合舒缓的古典音乐，蹲马步打手势，调节长辈们的呼吸和伸展筋骨，才做了一小段就全身发热，很舒服。当然啦，很 hot 哦。hot 哦。刚老师教的动作觉得怎么样？非常非常 very very OK 的啦。他不是那么的激烈，说哇要蹦蹦跳跳啊哭啊，他做不了。这个东西是很柔和的，而且效果不错，因为它是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打出来。你就知道，它可以调起啊，干什么的，很好很好，很柔软，可以把身体柔软化这样子。希望大家回去哦，多叫一些人来，大家都叫一些人来这边哈、哦，多学习，多哈、哦，好头脑比较很好了，多练习一点那个功夫。你身体就比较健康，会长寿了哈。年纪大的长辈都会有四肢肌耐力下降的情况，而跌倒后有可能一病不起，所以预防跌倒格外重要。民族社区老人活动中心的关怀站在课程开始时就会带领长辈们活动筋骨，希望每一天都能健健康康。社区好新闻，张胜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前镇区竹溪里活动中心的卡拉 OK 教室引发观众回响。今天我们继续报道相关消息。事实上，这间卡拉 OK 教室去年曾举办过比赛，其中长青组跟社会组的冠军本身就对歌唱很有兴趣，他们一致认为唱歌可以心情开朗，也呼吁长辈别待在家里，有机会一定要多出来走走，最好就是以歌会友。唱起台语歌，真情流露，低沉的嗓音将歌曲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是古琴帝，也是竹溪里社区卡拉 OK 比赛长青组的冠军。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可是没地方发挥，那时候唱歌都被人家骂哦。为什么？那个时候思想年代没有这样开放啊。是，那现在可以在竹溪里这个活动中心尽情的歌唱。对，可以尽情的歌唱了。所以就自然而然就不晓得怎么样，就自然而然就很喜欢，就每天往这个地方跑。就是爱唱歌，其中最爱唱文夏的歌，但过去没有可以高歌一曲的环境。直到卡拉 OK 教室成立之后，
终于能够尽情歌唱。音响设备也很好，大家也很热情啊，那都是邻居嘛。对对对。就大家都是厝边啊，就比较喜欢来这边，都跟大家聚一聚啊，时间也比较好过。和古琴弟一样爱唱歌的谢月红，之前从事早餐店生意，退休后来到卡拉 OK 教室。对他来说，唱歌不仅可以心情开朗，也可以结交许多爱唱歌的好朋友。我来这边心情特别好，因为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像岁数上年纪的老人家，我觉得他们很可爱，而且环境很干净啊。我们这边里长也很好了，环境优雅，就觉得没有烟，这只要是说没有烟味了，我就很喜欢。两个人都异口同声说出唱歌的好处，尤其对于里内能够拥有这么好的唱歌环境，都一再感谢里长的帮忙。哎，环境也很好啊，我们的里长都做得很好。老人不要在家里看，在家里看电视会越看那个头脑会大结在一起。来这边唱歌的话，有人可以聊天，有歌可以听，又可以唱歌啊，是相当好的一个娱乐。大家都很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我们有禁，卡拉 OK 是禁止吸烟的啦，比较因为大家都没有吸烟的习惯啊，闻到了，因为大家气氛都不好，所以我们是禁止抽烟的啊。大家有时候聚会的话，有时候招一二十个人来这边都可以的。里长林金良表示，为了鼓励民众培养兴趣，充实退休后的生活，打造了这间卡拉 OK 教室，不论早上或下午，都吸引许多长辈来这里唱歌。进而举办第一届鹿中庙卡拉 OK 唱歌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古琴弟跟谢月红脱颖而出，歌喉自然获得肯定。如今两位大力宣传唱歌的好处，也希望邀请长辈们加入卡拉 OK 教室的行列。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治安维护除了靠警察守望相助，巡守队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巡守队平日除了在夜间社区巡逻外，面对高雄市登革热疫情严重，也要出人出力协助。前镇区六个守望相助巡守队在一场评鉴中说明，巡守队的工作内容洋洋洒洒，让人对于巡守队有不同的看法。一年一度的社区治安绩效评鉴，前镇区六个守望相助巡守队资料准备周全，向评审人员报告一整年的工作绩效。我们透过我们各定期的一些集会、里民活动、社区治安活动，是每一个月拢有吼。咱渐渐举办一挂训练的方式，吼，这个民众吼，跟咱里民会当了解。从治安巡逻、环境清扫到卫教工作，社区里的大小事项，巡守队几乎都要参与。就连登革热疫情严重，巡守队也不能够置身事外。其中草衙里巡守队就成为捍卫疫情的幕后英雄。我都调集巡守队队员还有林长、志工之类，每个礼拜至少有5天出去巡检，包括巡守队一些比较轻壮的年轻人，就水锅盖拿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滋生源，有没有决之类的，有我们就去撒盐巴。或倒漂白水之类的。圣丰里守望相助巡守队同样表现杰出，从治安维护到里内事务，通通都要帮忙协助。巡守队其实它的功能蛮多的，因为有些事情里民有些事情反映给里长，他甚至可以透过巡守队队员来跟我讲。因为在时间上，我们的里民已经知道我们巡守队的班次时间几点会到他们家门口，那甚至在家门口等我们的巡守队员来做一些反应。评审对于圣心社区报告印象深刻，其中治安无死角、零犯罪是巡守队追求的目标。
为了愿景，就是说希望能够社区哈能够达到这个零灾害，零犯罪这样子啊。当然我们透过要这样子的话，但真还是要继续发挥治安这个巡守队哈，以及这个透过我们政府单位哈一些警政啊、消防啊、社会哈等等的一些资源来加入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才能够更社区的治安工作做得更好这样。负责评鉴的审查人员表示，前镇区包括新东里、镇中里、草芽里、竹中里、前镇里以及圣心里等六个守望相助巡守队，今年不管是资料准备或是实际运作都相当优异，未来也将根据评鉴的结果推出代表，争取高雄市甚至中央内政部特优巡守队的殊荣，也期待每位巡守队员都能够全力以赴，成为捍卫社区治安的尖兵。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苓雅区晴朗里临近四维行政中心，治安维护相当重要。里长孙永吉因为从事监视系统安装工作，对于监视录影相当熟悉。有鉴于社会案件频传，里长发挥专长，将里内监视器画面全都设定在手机当中，一来可以掌握里内治安，万一发生状况也可以随时调出画面协助警方缉捕歹徒。晴朗里里长孙永吉拿出手机滑一下，立刻出现四格画面，全都是监视录影器同步录下的现场状况。原来这是里长利用专长，将原本监视系统的画面透过 IP 设定全部传输到智慧型手机上面，成为里内治安把关的利器。所以可以打开看我们的监视器，万一里面打电话来了，有遇到什么人家诈骗集团啊，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对，而且晚上我们如果发生有问题，随时也可以看，我们随时可以通知警方帮我们处理治安的问题，对治安帮忙很大。而且曾经有一次那个诈骗集团我就打电话给我就看那个巷子里面，就看到人在那边，我就跑过去，结果那个诈骗集团就跑掉了。对于我们里面的财产、生命安全也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看。对不对？你唔免就讲哦，较公正啊，吼！你啊，万一画上像画面上来，画讲找不到画面，作者就跟情形嘛，吼！卖讲上来的画讲找不到画面。里长做法深获里民肯定，毕竟社会案件频传，影像掌握格外重要。孙永吉上任里长后，就积极装设里内监视器，同时也将画面跟手机同步。一来维护社区治安，也能随时调出画面提供警方办案。不过里长忧心许多监视器故障没能尽快修复，万一发生案件恐将成为治安的死角。他就说修理上经费有点问题，但是他们慢慢会修，但是慢慢的话有时候发生事情临时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了，这是我们担心最主要担心的事情，蛮多的。哎呀，当然如果没有发生事情就好了，如果发生的话，万一发生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们什么希望说市政府或者警察局警察局赶快把那些故障都修好，如果能够修好的话，随时我们就对安全上啊，就临时要调眼袋看发生事情的问题，帮助很大。苓雅区晴朗里位在四维行政中心旁，治安维护相当重要，里长利用本身的专长协助里内维护治安，无形当中保障里民的居家安全，获选成为104年特优里长，实在是当之无愧。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善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赞。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
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相信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多少都听过阿公阿嬷年轻时候的故事，不过你看过他们自己演出自己的故事吗？红道老人基金会就做了这么一个创举，让21位年龄平均74岁的长辈站上舞台，换上戏服演出笑脸喜的经历。从学生到出社会工作，每一场戏都感动了在场所有人。百褶裙、白衬衫，仔细看主角全是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可爱的模样惊艳在场所有来宾。这是红道老人基金会的长辈正在演出年轻时候的自己，从学生时期到出社会的工作，有的当老师，有的出海跑船，还有加工区的女工，宛如一出台湾经济发展史。想到少年的少年的时候，啊，都做什么都足快乐的对吧？不止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舞台上重演，还有这位陈小阿嬷穿上水袖，唱着最经典的歌仔戏七字调，总算圆了自己年少时想当歌仔戏演员的梦。天灰，会紧张啊，话讲也无对啦。讲我细汉爱学做歌戏吼，啊，阮老母是要我学，阮兄哥无通啦。讲学做歌戏也无通，学剃头无通，食楼卡来学安尼。哦，看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吼、哦。那个我们都曾经经过，但是他们这后面的那个下半段，我们当然还没有，哦，还没有经历啊。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我们将来就是这个哦。他们所演出的这个的情景。红道老人基金会为了要让长辈站上舞台，细说他们的人生故事，可是花了10周的时间，每周一次，请到专业的戏剧老师，才让社区长辈勇敢站上舞台发光发热。就其实很认真，有的长辈生病了，他还是会想要再来，好，就算请假了，那下一次来就是还会跟着进度。所以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觉得他们很好学。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其实他们后来都放开了。所以后来就是像今天在早上啊，就是有一个阿嬷就跟我说，她非常期待今天的成果展，因为她觉得这是她想要演她的生命故事给今天来的现场的民众们看。那其实她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她可以登上舞台做一个表演。这出由21位平均74岁的长辈演出的《苏两笑脸席》，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及绚烂的声光效果，但他们丰富的情感和炙热的眼神，却真实感动，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男子区一口气有7个里加入共餐行列，团膳业者也扮演重要角色，在男子发迹负责左南地区学校营养午餐，一听到区公所打算试办共餐服务，就义不容辞决定帮忙。如今不但老人家吃得开心，也落实企业回馈地方的理念，值得肯定。共餐到底好不好？听听长辈们怎么说。大家一起还可以聊大家所喜欢的，还有心里有什么苦都可以说出来，快乐的、悲伤的都可以说出来。而且很丰盛，大家很快乐聚在一起，所以很感谢我们里长跟我们区长还有委员姐妹这样啊，一起共餐聊天，嗯，今天可以跟姐妹共餐很开心、啊。对对对对。今天在这里我们大家吃得很开心，谢谢你。菜色营养又丰富，长辈们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家常，就连胃口也跟着大开。看在里长眼中，共餐前后真的差很大。之前就是没有共餐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运动完了以后，或者是我们静态活动完了以后就回家了。那现在有共餐了以后，我觉得是蛮热络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互相谈心啊，互相交流。那甚至有一些手艺的菜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比较大量的菜，他们都会拿来这边分享。男子区推动老人共餐，2个月有7个里将先后加入。除了区公所动作积极之外，团膳公司其实也扮演着
重要角色。男子区有提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可以配合。那其实老人家就是大家一起结伙一起用餐，吃的也开心，然后就是生活也比较有趣。所以那时候男子区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可以，我们应该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团膳公司哈，为长辈非常用心的在菜色。在主食方面也都有因应到考虑到长辈他们的一个这样的需求，所以在菜色上就感觉很清新，而且是很柔软，而且在硬度上他们都会在考虑到长辈他们的主食，他们在吞咽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让长辈能够吃得很开心。在男子区发机主要提供左南一带学校及工厂的团膳服务，一听到区公所有意为社区安排供餐，就决定协助帮忙。尽管利润并不高，但帮助乡亲长辈的心意绝非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这次就这样子的活动，我妈妈听到就觉得很好，就是不管是赚多或赚少，但是她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帮助的人或者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是更多更广，那这个是有助于就是我们公司既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男子区顺利展开供餐服务，一餐40元，有菜有汤有甜品，甚至偶尔还会有李明拿出私房菜帮忙长辈夹菜。哇，今天的那个豆干很好吃，我就觉得说哎，很有成就感。瞧长辈们吃得多开心，供餐活动起跑之后，未来长辈们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而是要像这样一家人的感觉，快乐吃饭，谈天又谈心。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接着带您看到政修科大餐饮系老师李碧琪从业界转任教职，不过烹饪功夫依旧了得，日前代表学校到马来西亚参加国际美食养生大赛，一举南瓜三面金牌，还获得药膳名师的殊荣。他表示挑选养生食材并不难，入菜后不仅可以吃出美味，也能兼顾营养健康，一举两得。眼前这几道佳肴就是李碧琪击败上百位对手端出的养生药膳，有集谷物大全的料理，也有荤素同时入味的美食。特别的是每道菜都讲究养生，不用担心对身体造成负担。它有小麦麦片，嘿啊，还有薏仁，还有小米，嘿啊，再来就是有虾米。电子的话我们是采用啊马铃薯做它的基底这样子，再来就是它表面啊，我们的筋骨啊，也用腰果、核桃，还有杏仁片，把它切成碎，然后再把它覆盖在上面这样子，是，这非常养生的一道菜。靠得多年的药膳料理的经验，李碧琪烹煮的佳肴获得评审青睐，拿下国际美食养生大赛三面金牌，还赢得药膳名师的殊荣。从食材到制作工法，再再兼顾色香味，特别是针对现代人常有的三高问题，他也建议可以从饮食上获得改善。姜黄，这个非常养生啊，就是可以提高免疫力，也可以减少那个癌症的发生，所以其实在家做啊，我们这个都可以入菜的。李老师的表现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当做一个学习的榜样。也希望我们的学校的学生跟老师未来能够更好的表现。至于获奖的药膳口感如何，不油不腻没负担是最大特色。过去传统的药膳就是比较就是药味会比较重嘛，但是这个融入了食材下面就是很爽口，不油腻，就是层次很分明，少了厚重的药膳味道，多了创新跟食材结合的美味。李碧琪让人明白，养生药膳其实能跟美食画上等号，这个点子让他拿下药膳名师的头衔，实至名归。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青年港都农民力带你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2月24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8，适合祈福、求子、栽招、嫁娶、
不适合置产、盖屋、开光、看病、充暑、刷北方。22岁及82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喜乐。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需要被听见，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高雄的大小事需要你我一起来关心，请听在地声音，关心在地生活，就在高雄现场。每周二。